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苏妙玲，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是苏妙玲，小万同学坚持挑战年代复古的曲目。今天我们可爱的小万要给您带来的是失恋阵线联盟，有请。他总是只留下的话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爸爸去劝说成一个神话，然后像彼此一样悲伤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等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受到全忘了吧？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等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感动，这是我小时候听的歌，居然小万同学也会哈。来，我们往前一点，听听看老师的点评。海泉老师，苏妙玲，你上周说你要豁出去，你做到了。这一次呢，相对你自己来讲，你豁得更彻底，豁得更成功。我想说，大豁。当静态的淡定姐升级成为一动一静的淡定姐，你的淡定算是修成正果了，恭喜你。嚯，好。下面我们要请来自腾讯微博的彭洪博同学点评啊。苏曼玲姐姐，我感觉听你的歌我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呢我觉得你简直就是快女中的战斗机呀、啊、大众评审果断高分，哦耶。谢谢。我想你应该跟我一样也是小时候听的这首歌。好，我们小万你要挑选五个区当哪一区来为你打分呢？我选择第三区。第三区，正对面的朋友请做好准备，规则应该大家都清楚了。如果要支持苏妙玲的话，摁下您右手边的 A 键，请记住摁下 A 键。来，准备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别光挥手，我亲爱的朋友们。好，那现在呢已经投票结束了，我们看一下第三区的两百位有多少人要给我们苏妙玲打分。我们知道之前已经有149的高分了，那苏妙玲能够拿到多少分呢？101位朋友来给小万同学打了分，101分，还不错的成绩。好，小心小心 ，OK， 好，这是我们苏妙玲。